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就算我们裙子穿得再漂亮，也是要扫地。那我们冰淇淋公主呢，拿了扫具，好像默默的去扫地了。哎，你连我的饭都拿了、哦，谢谢。对，你看你顾着拍照就没拿、啊。对不起，我自己拿，真的，我对不起你。你要拍一下小静啊，小静今天穿这么辣。小静，你要拍一下她。我拍到她的腿。很、难怪你不想扫，因为真的风很大，裙子可能会吹起来。我鞋子很怂呐、啊。啊。不会啦，这不会怂啦，这鞋子时尚，知道吗？对啊，很时尚啊，很衬托啊。哎，对不起，我自己拿了，真的，我对不起，对，不拍多久就得拿。好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我拿扫地了，拿扫具了。我们的白果山女神默默的在清理鱼池，感谢她。最近白果山盛产什么水果？我不知道。百香果啊。最近盛产百香果吗？你确定？它百果应该是很多种水果的意思吧，不是百香果吧？不然的话就叫百香果山了。百香果，这样太直白了就不美了啊。所以就是假装一下。哦、这个画面似曾相识，你拿着扫具来到这边，有金大哥拿着水喷着你。他现在想要喷。没有，他等一下就喷过来了。又喷过来了，喷过来。哎呀，我们公司啊。扫地是责任制啊，要扫不扫看自己的心情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不是这种人，我们不是看心情的人，我们该扫的。哎、欸，我要扫这一点。哦，你要扫这一点哦。好，好、哦，还是会来扫。OK， 好，废话不多说，因为今天礼拜五啊。好、哦，如果说聊太久的话，扫地时间拖太长，我们下班时间就拖到了，所以我要来认真扫地了。OK， 感谢冰淇淋公主，她今天虽然穿很漂亮的裙子，但是她一样有扫地，做个简单的记录，拜拜。